责。不要把手搭上吧，好不好？有点激动。嗯，嗯，好。再来一个。好了吧？哎，合照一张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帮我们和哎，男男男，别跑别跑。哎，怎么？我来帮你吧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没事没事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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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没有走了，啊，没事了没事了，他就是太激动了，搭了一下，马上就拿开了，没有关系，下次不要这样了啊，下次再这样我真的生气了。嗯嗯，大家谴责一下就好了。好热呀，我都脸都流汗了，脸上。没事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有的人呢，他每个人不一样嘛，他觉得这种方式哎没有关系，但是就是我的想法是这种搭肩啊什么的方式身体触碰就是有点不好，是不是？毕竟你们也会吃醋，而且我自己也觉得男女授受不亲。所以呢，下次就，但是可以友好的假装搂着肩，就是假装不碰到这种，就没有关系。Nothing， 对，不好。太激动了，那个小伙伴，妈呀，还好没有激动到想亲我一口那种，亲我一口就跑，那就很尴尬了。那真的就冲上去，我们就一起去打他吧，好不好？一起揍他。对，瓶子就玻璃瓶举起来，玻璃瓶都举起来，朝脑袋都砸下去。砸下去。好啦好啦，哎，怎么走到的路边？那边是吗？对，亲一口必须死。